新版本射手步枪的伤害被全面加强了，之前在体验服也测试过，今天来看看正式服有没有再改动。我们一把把来看，一迷你14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45，新版本伤害是50，增加了5点伤害。二 VSS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42，新版本伤害是47，增加了5点伤害。三 SKS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52，新版本伤害是58，增加了6点伤害。四 SLR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57，新版本伤害是63，增加了6点伤害。五 QBU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54，新版本伤害是60，增加了6点伤害。六 MK20H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63，新版本伤害是70，增加了7点伤害。七 MC17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47，新版本伤害是52，增加了5点伤害。八 MK14 老版本打身体伤害是60，新版本伤害是67，增加了7点伤害，伤害都增加不少，秒伤也加强很多。新版本的伤害和体验服是一致的，所以加强并没有任何变化。